血流成河。你能猜得到里面这个盒子里面是什么鞋吗？阿迪达斯的，要是猜到的话，亲你。很多朋友来到纽约都会去一些什么百老汇啊、自由女神像以及华尔街，当然还有我现在站在这里的这个时代广场，也有人叫它时报广场。你能看到好多的广告牌，看得我眼都花了。在这里除了看广告牌，还有和一些卡通人物合影以外，同时你还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呢会有一些人会向你发放光碟影片，当然不是色情影片，我也希望是。他会跟你说这个是他的唱片，他是一名歌手，希望你能听他的歌曲。他不敢拿，他们都没人拿。这里你需要注意了，千万不要去伸手拿他的光碟。如果你已经拿了，他们会问你要小费，希望你能给他们一点钱，说白了就是问你要钱。如果你不给，他们就会一直缠着你，毕竟他们的个头这么大，要是你刚来这里旅游的话呢，你还是会有一些害怕的。不想搭理他，搭理他我口袋里面的钱都不够。他来抱你，你看他来抱你，吓死宝宝了。他发什么？这个没事，这个拿了没事，这个不会问你要钱。一个秀，我刚来的时候就是因为不知道，然后伸手拿了他们的光碟，然后给了好像10多块的小费吧。所以你要是来纽约旅游的话呢，要是碰到同样的事情，你就不要去伸手接他们的光碟。其实光碟里面什么也没有，我猜的就是纯粹的想问要钱，多了一个花样，就说他是歌手什么什么的。最重要的是他们会问你来自哪里，我就说我们亚洲人吧，他要是看到亚洲人的话呢，他会问你你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。如果这个时候你也回应他你好，那他肯定知道你来自哪里。就算你不接受他给你的光碟，他也会想办法一直缠着你，不然他学习中文干嘛？ New York City。街头画家画的还挺像，石头哥呢？他也在玩直播。是哪个 ？Coconut。这个是什么？这土豆。这是 Coconut。哦 ，Coconut 这个。Coconut。我以为是土豆。有花生，有椰子，有杏仁，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腰果，多少钱 ？$3。好吗？$3。我已经僵了。Oh my god! Please bring my movie. Oh my god! Okay.You got another like maybe minute, and I'll see. She's important. 进 Flocker 去看一眼。这个昨天发的，好像酷哦，这自由女神像。
这里还有一些鞋，看一点。这双 Air Max One， 这是前天发售的，那边还有人吃鞋呢。这边铺的，它这里有一个量角器，我要不要量一下？量一下，要怎么量啊？七。这怎么看呢、啊？你干嘛跟我穿一样的袜子？巧了，鞋子也一样。现在的发票都这么长，Air Max One Ultra 2.0， 耐克也有叫 Ultra， 我只听说过 Ultra Boost。这双耐克 Air Max One 挺轻便的，这款 Air Max One 呢，它这里有一个3月26，这里。就是代表它是第一款耐克的 Air Max One， 它是诞生于1987年3月26号，所以呢，这个3月26是它的生日。同时，这款 Air Max One 看起来也是比较复古的。同时，这款鞋子呢也是第一款采用这个气垫的鞋子。要是在当年有一个这样的气垫鞋，也算是一种高大上。那现在我来试穿给大家看看它的上脚效果。主要是想告诉大家，如果哪天要打算来纽约玩耍，或者是有朋友要来旅游的，记得提醒他，今天我拍的这个影片最好是让他和你一起订阅我的频道。接下来我还会去华尔街、911世贸大厦以及纽约的一些潮流店铺给大家多做介绍。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，明天是星期一，除了去纽约街头龙头潮牌 Supreme 拿票看看一些街头潮人以外，我还会去纽约的华尔街看看。那我们明天见啦，拜拜。